新北市立淡水幼儿园为了让孩子可以多元学习发展，在这一学期是特别规划主题是好玩的淡水，让幼儿园的小朋友变身成为小小记者，在老师的带领之下到淡水各特色景点进行采访，也让小朋友都留下难忘的回忆。新北市立淡水幼儿园为了要让孩子可以多元学习发展，在这一个学期特别规划主题是好玩的淡水，让幼儿园的小朋友可以变身成为小小记者，在老师的带领之下学习到淡水各特色景点进行采访，不只是可以看到淡水特色，还可以学习如何采访并且介绍给更多人知道。那老师就透过很多的一系列的活动，从我们附近的顶好啦，或者我们周边的商家啦，开始出去探索。那探索以后，小朋友就开始想说，那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看到的关于我们社区好玩的事情或者是好吃的东西怎么给介绍给不是住在淡水的人，对不对？那大家就在想，哦，那怎么介绍？老师就说，哎，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像记者一样，我们常常看到新闻记者都会拿着麦克风，哇，去采访别人说，哎，请问你这里发生什么事啊？或者这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啊？哎，我们的小朋友就想要来当小小记者。幼儿园表示，最初经由班级分组，让老师带着小朋友到淡水各地去探索，再请到专业的记者来教小朋友如何使用器材，并且采访记录下来，最后每一组再想一个主题，实地的用数位相机来练习，而这些过程都让小朋友留下难忘的回忆。干妈讲，为什么是干妈讲？因为干妈讲有好多个东西。记者先生，你下台会不会害羞？记者先生，你上台的时候会不会丢垃圾？那他们呢，自己就会想说，哦，设计一些题目，他们分组，哎，我要负责介绍的是社区的哪些商店，那我负责的呢，是介绍我们社区有哪些好吃的东西。小朋友用数位相机演练说，哎，我要怎么说，然后互相的两两成为一组来练习，对不对？有没有练习？有，对不对？幼儿园表示，在教完小朋友之后，让他们自行设计题目，并且构想怎么去采访，而这一系列的活动不只是让孩子看到生活在这块土地上面的特色，还可以学到不一样有趣的设备，让幼儿园学习生活更多彩多姿。记者许端义淡水采访报道。